堂荣华。虽然你有深小的真傻，虽然你的心思变化无常，只有我值得住你无天无法，懂你无厘头的话。窗前执迷不相忘，天堂再美美不过你心房，银河也宽不过你胸膛，把你紧紧绑进我的未来，说什么都不肯放。你是我的好时光，谢谢。折腾了这么久都不给饭吃，至少给个馒头吧。快了快了，再忍忍吧。算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馒头比不吃还饿呢。快到了快到了，马上就到了。他们家花园怎么这么大呀、啊、真麻烦。忍着吧，小姐。
这就到了，这就到了啊！哎呦，嫂嫂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嫂嫂，我们金府的院子可是这皇宫外京城里最大的一个，你们江府想必没有这么大的院子吧？所以你走累了也很正常。嫂嫂，我扶你啊！是啊，我们家院子是小，可是没有那么多个人绊脚的石头。哎，你可要小心啊，别光顾着扶我，自己反倒摔了。哎呦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到了啊！听说她是夫人的侄女，少爷的表妹。他是故意绊你的，哼！就凭他这种伎俩也想来耍我？峨眉山上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儿。哎呀，大户人家的小姐啊，真没劲。一、哈、二、哈、三、哈、四、长风娘，娘让你配的药呢？配好了，配好了，快！朕准备给你送过去。七、哈、八、哈、一。长风，这个药能好使吗？放心吧，娘。要知道，夫人难得让我给她配药，我哪敢怠慢呢？我查阅了好几本医书，用几十种中药精制而成，管用。就这一包？不是，你到底给谁用啊？这不会是你自己想用吧？瞎说什么？哎呀呀呀！我开玩笑的。七、八、三、一、四、二。恭喜啊！请大家您不必太担心，元宝正值好心情。哎，我见了尊爷，喝好吃好啊，先干为敬。只有当年了，知道他心有多苦。表弟，你这也叫苦？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你知道，什么才是真正的苦。大娘，你们这是给谁送去？这是夫人叫我送去新房给少爷醒酒的。给我去送吧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少爷小心，慢点，少爷。少爷，您今天喝的太多了，小心一点，来，慢点。我正要给您去送醒酒汤呢。我没醉。哎，一定要喝，这可是夫人亲手给你熬制的，很好喝。快尝尝，尝尝啊！好了，大娘，你下去吧。走吧，少爷。怎么，你想和我一起洞房？没有，夫人让我看好你啊。走啊。哦。回来。少爷，什么事情？把你的裤腰带全部给我拿回来。啊？
夫人，药已经给少爷喝了。你看着他喝的。是，我看着少爷喝的。我告诉少爷是醒酒汤。少爷今天确实喝了不少酒。我这样压着他成亲，的确是。但是，这是太后御赐的婚姻，也只能用这种登不上台面的伎俩了。夫人您放心，年轻人干柴烈火，再加上这催情之药，今天晚上的洞房原定了。老话说得好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那往后的日子还不跟那蜜里调油似的过下去啊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但愿如此吧。小翠，今夜你还得辛苦一点，去元宝的洞房外候着，探探情况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想看我洞房？出去。是。可以洞房了吗？见过急的，还真没见过你这么急的。嗯，我就是急。先跳支舞助助兴，我们再动手。跳舞？哎，太麻烦了，直接来吧！啊，喂，干什么呀你？想要洞房，就必须要跳舞。哼，那是不是跳完舞就可以洞房啊？
如此让人难以忘怀。可以洞房吗？哎，还没喝交杯酒。喝什么交杯酒啊，赶紧来吧。哎，哇，你知道这个交杯酒应该怎么喝吗？这样喝。那是其他地方的习俗，按照我们金府的规矩，应该是新郎为新娘喝。啊？怎么喂啊？用嘴喂啊。这怎么不敢了？不敢就别洞房。还有没有其他的喝酒方式？有啊。你说。你喂我。好，我来喂。喝就喝。重来啊。哎呀，喂，你是来洞房还是来喝酒的？哎，不管了不管了，江湖规矩，划拳，谁输了谁喝酒。好啊好啊，起来脱衣服喽，脱衣服喽，洞房喽，来来来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快点脱衣服喽，这什么东西啊，这么多结？防女色狼。女色狼？哼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女色狼。哎，你这么多结放在这里，你让我现在就要。啊，谁打的结？快帮忙快。啊哦，来吧！老子就是急，你不是想洞房吗？我现在就成全你！救命啊！你不是要帮帮我吗？我要帮帮你！起来，畜生！你干嘛？
什么东西啊？你个卑鄙无耻下流的淫贼混蛋，勾引我！我无耻？是你先勾引我的昨晚。什么？我先勾引你？明明是你先欺负我。我欺负你？是你不要脸耻的挑逗我，你记得吗？哼，谁挑逗谁啊？我呸！你没挑逗我，你在我面前跳舞，又灌我喝酒，又扒我裤子，你这不是挑逗我是什么？我知道，你在我酒里下药是不是 ？Baby， 什么下药？你还真会装糊涂啊！我看你诬陷人的本事才叫厉害呢。要不是你下药，我才不会那么失态。你好歹也是江府的千金小姐，竟然做出这么卑鄙无耻的事情！我告诉你，我可以受苦受累，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诬陷我、冤枉我。你看，恼羞成怒了吧？你找死！别跑！别动！干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明明是你做的好事，你还好意思问？小门小户的女子都知道，一大早要给公婆请安的。这位嫂子倒是自在啊，都快中午了，连个人影都看不见。昨天是你元宝哥哥大喜的日子，想必他们小两口都有些累了，多睡一会儿养养气血也是应该的。哼，夫人。夫人，昨天晚上他们真的圆房了。无耻！有耻，牙口比你强。小人！对，你就是小人。下流！你才下流呢！少爷、少夫人，夫人那边催了，说请新人们尽快洗漱完毕，然后去夫人处敬茶。阿福，沐浴更衣。哎，我们什么时候走啊？昨晚的事儿没办成。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办完啊？嗯，再过一个晚上吗？还要一个晚上？你昨天晚上的叫声都快把我吓死了。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听到，他叫的比我惨啊。那你昨天有没有哎，你不就是想问我有没有被他占便宜吗？那你到底有还是没有啊？反正我也没吃亏。那你做这么大牺牲值得吗？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等一下还要给夫人敬茶呢，你可千万别露出什么破绽来。不就敬个茶吗？哼，谁不会啊。走。大人，什么事啊？六扇门的内线传来消息，金元宝审飞天豹审了一天，飞天豹什么也没找。这飞天豹还真不傻呀，知道他招了的话会死得更惨。可他毕竟是鸡鸣狗盗之人，我怕长时间下去他扛不住啊。那就让咱们的人盯紧点，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立刻跟我报告。哦对了，咱们也不能闲着，给金元宝找点事做，把他的注意力从飞天豹那拽回来。嗯，是。哇，你们家院子好大。哎，你从小就一个人在这院子里玩吗？不然呢？废话真多。
哎，那你有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啊？就你一个孩子吗？就我一个。哇，这里的花好漂亮啊，比山里的还漂亮呢。哎呜哇，你有没有什么小时候被送掉的姐妹，或者是夭折的兄弟？你有完没完啊？没了。哎呀，我们刚刚成亲，所以总要相互了解一下嘛。我不想了解你。我想了解你呀、啊，喂。哇，好漂亮的花啊！哎，这么大一个池塘可惜了，这要是种上水稻的话，足够服了一年的口粮了。水还挺清澈的，哎，你们是不是经常在水？想不开吧？老兄啊，你武功这么好，怎么就想不开，非要寻短见呢？我没有啊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知道你肯定是不会承认的。但是呢，我还是得好好劝劝你，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，你也不能跳下去啊。有困难呢，我们必须要迎刃而上，知难而进，对不对？看你堂堂男子汉，一表人才，怎么就想不开呢？怎么就会做出这么窝囊的事情啊？喂，这位老兄，我刚才说了那么多，你听进去没有啊？我听到了，多谢少夫人关心。你认识我？是啊，我是金府的管家柳文昭，也是元宝的表哥。哦，原来是表哥啊，那你怎么还想不开啊？以后千万不能这样了，你知道吗？少夫人怕是误会了，刚才我在这想事情，没想着跳河呀。哦，那就好。没想到少夫人这么善良，文昭实在是有愧于少夫人的关心了。不用客气，其实我也不算救你，啊，不过以后呢，如果以后真的想不开，你记得一定来找我。你有困难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我一定义不容辞。好的，如果日后少夫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，也一定跟文昭开口。日后倒是不必了，不过我现在就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。少夫人，请说。我。迷路了，就那个，我要去正厅，我还得给婆婆敬茶呢。好，文昭这就带你去，请。谢谢啊。老伯，你知道李府在什么地方吗？李府？嗯，哪家李府？
李府有一位少爷，姓李明俊。李俊？嗯，没听说过。哎，李府少爷乃是30公斤之后，是上一榜的御赐探花，3年前还骑着大马游过街呢，就是那个李俊，你不记得吗？姑娘，我在这儿住了50年了，还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姓李的探花。那打扰了。去哪儿了？到处找不着你。哦，我迷路了。刚才少夫人行了，跟我过来，娘都等急了。夫人说要给少夫人补补身子，这个机会难得，我得好好表现。小娘子长得细皮嫩肉的，这包里的银子还带了不老少。是哪家的小姐逃出来会情郎呢？啊，逃得好！你看你天天关在院子里多没意思，是不是？味道略浓，有一酱黄。我看你家这情郎也不怎么靠得住啊，不然怎么舍得让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娘子一个人逃出来？
小娘子，跟大爷走吧，大爷带你去个好地方啊。莫怕，莫怕。我就想问一下，你认不认识这位姑娘？不认识，识趣的滚远点，别打扰老子，快。那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不是，你既然不认识这位姑娘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怎么能干这种苟且之事呢？来吧。听着声音沉闷有力，就算两个时辰你能醒过来，那也得头部昏沉数日之久，这也算是对你行凶的一种报应，恕我不加以救治啊。先礼后兵，我劝也劝你了，你自己不听的。姑娘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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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。给娘请安。给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谢娘。谢谢娘。也不知道这请的是早安还是午安啊。是我不好，不关小轩的事，是我去晚了。昨晚相公他折腾到很晚，折腾了很久，我们实在太累了，所以今天早上根本就起不来。 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哪有胡说，昨天晚上明明你就折腾了很久，我说算了，你时间又长又久，我还跟你说我不要。闭嘴啊你。哥，好了，你们年轻人多睡一会儿也是应该的，我不跟你们计较。按规矩，现在新人要向姑妈敬茶了。小姐敬茶。快点。第一杯。
敬天。第二杯，敬地。小轩啊，你们江府的敬茶规矩可真是和我们京城的不一样啊。啊，各地的风土人情不一样，所以各地的规矩也不一样嘛。抓紧你的手，走过我的朝朝暮暮。